他六部剧集均破亿，五个男主角色出圈，卫视 CVB 年冠 IP 影视化爆款，成功率100%。他到底是谁呢？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热榜男生版之任嘉伦。刚刚小编说的他呢，就是指的任嘉伦哦。下面呢，咱们就盘点一下任嘉伦的影视实籍。他的数据截止时间呢，到2022年的5月11号哦。第一部呢，《锦衣之下》，全网播放量在127亿，集与集呢2.3亿，上星 CCTV 8黄金档上星三轮，累计播放超出14轮，多平台联播，爱奇艺热度8600+，豆瓣评分人气超32万，评分7.5分。任嘉伦的第二部剧呢，《秋蝉》，江苏 CVB 历史第三，浙江 CVB 历史第六，全网播放量53亿+，集均1.09亿 ，CVB 最高破1.2，平均收视率0.98。酷云单台峰值破1.2，黄金档上星四轮，累计播出超21轮。任嘉伦主演的第三部剧《一生一世》，爱奇艺热度9200+，平台播放量集均破亿。2021年爱奇艺年度剧集 TOP 10 3，周生如故，安徽卫视 CVB 年冠，爱奇艺热度8500+，播放量集均破亿，豆瓣评分人气近20万，评分7.2分。任嘉伦主演的电视剧《大唐荣耀》，全网播放量在144亿+，集均1.57亿，豆瓣2017年年度大陆剧剧集 TOP 10 10，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，全网播放量21亿+，集聚0.58亿，腾讯视频年度现偶 TOP 10 2。通天狄仁杰，全网播放量81亿+，集均1.23亿，与君初相识，恰似故人归，优酷首播热度破万剧集，2018年以来优酷用户规模及会员转化率最高的剧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家人们，对于这样的任嘉伦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你有什么想祝福他的呢？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